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再来，好像都没嘞。那就要开新区域喽。要开什么区域呢？伦敦市好了，班人开车。没撞。后面有一台超市过来。货车撞击力真的好强。宝箱，没看到啊。需要一台车，新的车，就这台好了。
办法这样直接荡过去吗？可以耶。哇，10000块嘞，可以买帮派升级了。炸弹折扣一下吧，省一点钱。我点了一大堆片图，我已经从暴徒变成片图了。这个最近就从你开始吧，汤马士布莱鲁特。哎，怎么没有进到那个？怎么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画面？有了，汤马士布莱鲁特，他。最后在圣殿骑士教堂的花园，用上千朵的玫瑰围绕伦敦的圣殿骑士教堂后，汤马斯·布莱鲁特正式加入圣殿骑士。他利用了无数的受害者的血来培养土壤，实现此一美景。兵长已使把目标埋在附近的坟墓。怎么个埋法？附近的墓园，那我杀了他，任务不就结束了吗？我还要怎么去把尸体丢在附近的墓园？除非我等他走到墓园，然后再刺杀他。墓园在哪里？哎呀，离开了，糟糕！这里应该可以算吧？等他走过来的时候，旁边有墓碑，我就刺杀他看看，不行的话再说。先隐形。哎，这样不算丢进墓园啊。啊，他丢在那边。哎。哦，七等。
糟糕，我的尸体是哪一个？没有放到。这么难放。再来，你好了，哈维·修吉斯，悬赏追捕。悬赏追捕，哈维·修吉斯。哈维从小家境窘迫，觉得离自己应得的荣华富贵太遥远了，但后来他放弃努力工作，而发现钱财透过另一个方式来得更丰富、行窃。今日哈维很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分享并借给别人，以优惠的利息吸引来客，但始终以高利贷求偿。他的诡计把很多人的受害者打入了济贫院。有新的伊维笔记。艾略森医生死了，史塔瑞的镇痛药水也随之停止生产，伦敦的成药市场因此少了一种选择。想当然尔，雅各对自己切断克罗弗特史塔瑞的主要收入来源感到骄傲。更不用说他还杀死了史塔瑞主要的赞助者。然而很遗憾的，一切尚未尘埃落定。我跑了一趟兰贝斯，然后发现事情跟我们预料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由于买不到镇痛药水，人们转为购买其他成药，某些药品就只是加了色素的水，而另一些也只是多了一些一点点调味罢了。在此同时，真正的药品早就失窃，而且已经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克拉拉·欧迪亚与她的孩子们生病了，本来他们可能无法渡过难关，但我插手了这件事，且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小姐也细心照顾他们，因此总算恢复健康。然而治疗克拉拉跟治疗这个地区中大多数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因此我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而格林阁下帮我将囤积药品的窃盗集团彻底铲除。雅各完全不见人影。我把一些犯人呈报给艾伯林阁下，让警方来处理他们，而剩下来了就看我们打算怎么处置了。我也将刺客资金拨掉了一部分给南丁格尔小姐，让她为居民建立更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她向我保证这么做可以阻止疾病蔓延，且认为这比服用任何药品更好更有效。即使初次碰面时的情况有点不愉快，但知名的提灯天使还是愿意把我当朋友，这点让我非常开心。有不愉快吗？不过他们到底是什么病啊？大型刀带。
大型刀大概是飞刀吗？是啊，我没有钱，没钱，穷鬼。只好杀人赚钱了。18块。哎，有货物，资金有保障了。哎，货物在后面。这里的敌人硬到手枪打头要2枪哦。太硬了吧。Come on! Faster! Come on! 都是要货车附赠尸体一具。哎呀，附赠的尸体飞出去了。来啊来啊！自己装飞。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火车。意外的还蛮辛苦的。狂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奖杯啊？哎，我又跑回。这个人啊，货车卡到墙里面去了。好，我扫了，后面也在这附近就可以了。好多台，看，我还完全开不动，走，啊，如果钻过去的话，那就登不上了吧？正确，还有一台。
哎，怎么剩他？我还想说要来个双重击杀之类的。起飞啦！什么东西起飞了？敌人的马车吗？这是雅克的任务，没有办法射击他。你们打吧，你们打吧。两个警察都活下来，这么厉害。挡在这做什么？走开！走开！
hands off me. 让我站着不动。 Who are you? 应该会赢。 You like some Bobby, right? Hush now, no need for a fuss. I said quiet. There's nothing illegal about what I'm doing. Why are you wanted by every Bobby division in the city? It's their own fault for using my services unwisely. Someone! Anyone! Help! There you are. Slow down. Thank you so much. I see.再来打个据点吧，费尔德巷。费尔德巷曾经是声名狼藉的黑市所在地，警方对此地经常视而不见，而今这里由伦敦自治市的帮派老大辛诺拉统治。 这里是暴徒帮控制的三大区域之一。烧毁抢劫计划和潜行刺杀据点首领，那我就全部潜行好了。没有一瓶酒。